关晓彤和鹿晗恋情曝光后，引起了一阵轰动。关晓彤被鹿晗粉丝骂惨了，随之而来的是关晓彤同学曝光的一系列黑料。有关晓彤同学爆料，关晓彤一年没上课，老师都劝他重新读回大一，和王俊凯同班，不知道会不会收割王俊凯男神呢？虽然很少回来上课，但是恋情曝光后第二天他就去上学了，这是要引起轰动啊！不知道关晓彤的大学生活如何呢？之前还被传和大学室友宿舍生活紧张，但是看到合影觉得他们宿舍生活还好吧。要知道当年关晓彤上北影可是凭借专业课和文化课第一来的，如今一年没怎么上课，你怎么看？